现在早上呢会有三组猫砂，这一组是阿鸭跟小鹅用的，那小鸡的呢自己有一个，那皮卡丘的，哎，皮卡丘，老仔哦，你在看风景哦，这一个是皮卡丘专用的，你在看风景哦，我要把我的一些裤子衣服堆在那边，因为现在很冷，可以让它有地方可以躺，然后上面这边也堆一堆衣服。就是让他可以睡在上面看风景的时候比较不会冷。啊，那赶紧清晒。哦，你看小鹅在看阿鸭，有一种崇拜的眼神呢。嗯。哦，很崇拜呢，小鹅。哦，怎么样，小鸡？小鸡。你晚上精神这么好啊、不要生气啦、你看外面那么冷，皮卡丘到现在呢还是每天都会看着窗外，我刚刚在楼下带壮壮散步呢还会看到他的身影，他一直很向往窗外的自由，但是因为最近太冷了，我们也舍不得把他放出去，我希望呢他多待几天，看可不可以真的习惯在家里面，好不好，让我养嘛，让我们养嘛，好啦好啦，怎么让壮壮吃宵夜，你两个斗三老力，小鹅也想吃耶，小鹅也想吃啊，哥哥的宵夜呢，有吃就好了，这好像那个火锅的那个鱼浆。哎呦，吃饭哦！吃饭呢？半夜放饭呢？哇，来吧，放饭了哦！来，压你的。来，小鹅来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你养的，小鹅来，小鹅都还要人家抱着吃。然后这个是室内组的哦，室内组的现在学长学弟，还有小学弟呢，现在正在吃。然后室外组的伙伴，小鸡跟皮卡丘，皮卡丘比较难处理啦，因为。皮卡丘他比较自己的主见，他这一两天都不吃。小鸡啊，免惊啦，莫要拍摄啦，不是第刚去吧？皮卡丘，皮卡丘要抱下去吃。皮卡丘在吃了，他终于进食了，好感动。是啊。有吃就好了，因为我今天早上帮他清猫砂，猫砂里面是空的，我想说他没吃东西。小鸡，小鸡会吃，水哦，啊，我再回到我们室内组，室内组你看这三位，棒哦，大哥哥呢？
上放着，你们不能吃。龙，谁开蛋架？麒麟尾合在一起真的很妙。怎么你是麒麟尾啊？你想人家输吗？王思文说小菊，小鹅。我打嗝哦。小鹅很爱梳毛，它只要梳毛就会翻肚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推动身子，你的头发挡到了。讲了了，哎哎哎，不行啊！他能不能注意？好，你要掏钱。你要说吗？你妈呆。两个够无聊的，哈哈哈哈哈，你够无聊的，你两个，他想要繁殖，你看，嗯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呀，有一天小鹅会长大，我跟你讲，你玩瞌睡，你今晚个大只，哈哈哈哈剩一点点了、哦。下去。他叫我应该是要跑路。哦。好了，有吃就好了啦。尴尬，你小怕。哎呀，你问娘家弟弟的，你要靠些你较大颗。嗯，自从家里有四只猫之后啊，嗯，晒起来欧北亮超多。然后现在小鸡也在上厕所。好啦，怎样啦？对啊，我知道啊。啊，我每次在清那个猫砂啊，就扣拢一点在里边啊。下指导棋，每输一顿晒中吧，赶快。但是他的确是对大便蛮认识的。因为他每天的分量也是很惊人。
怎样？那爸爸摸小鸡啊。嗯。好消息啊，各位！我们皮卡丘终于棒赛了哦！啊，表示你有吃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怎么惊啦？给架挂了三 B 八哈！你现在不用再生小孩了，你可以多吃一点呢。啊，以前你生小孩吃是为了要补奶哦，你现在就可以好好的让自己的身体变成一颗球，好不好？啊啊，吃的我负责啦，你负责胖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哇，又到了丫丫的，丫丫的小鹅啦。小鹅的每日时间，散会啦！干嘛呢？嗯，先来适应一下房间哦。嗯，适应一下房间。嗯。一起啊，维斯啊！小哥哥来。